Happy birthday to you. 祝你生日快乐，女士。这个是等火车还要拍的东西，但今天天气没有想象中那么好。哦，有点烫。给大家看一下。有啥东西给你吧。好的。应该煎两个蛋。摩斯，我感觉已经很棒。嗯，尝一下这个汤，辣辣的，好好吃。我要准备拍照，先换这一套衣服。我打算把这件衣服正好拍掉，因为今天化妆了嘛，就不想浪费这个妆。特特。我不是在写购物分享嘛，然后我在写到香水部分，所以我就把我的香水都拿过来，在边写的时候边做功课，然后边闻。今天晚上是吃中午的剩饭和剩菜，我就不拍给大家看了，中午的剩菜而已。今天的早饭跟昨天好像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最近又开始吃牛角包了，就这个早饭是我们的固定搭配。然后今天辣的花它有点丑，就不给你们看了。这件毛衣还是蛮厚实的，而且手感还行，粘毛度也 OK， 我觉得还行这个价格来说。然后这个是我昨天收到的手机壳，但是其实有点失望，一开始我以为是那种黄色，结果是这种粉色，也不说不好看，只是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我刚刚拍了身上的这一套，然后我们准备出门，因为我之后要推广的一个鞋子尺码有点问题，然后我打算再去实体试一下。我决定今天背这个包，因为要放电脑。最近真的累死了，我的肩膀都感觉出问题了。呀，来那么快了 ！Hello， 有没有6:40？
啊，我说了半个小时。哦，你歇四十。啊，对对。哦，来喝酒了今天。来放松。但我的肩膀真的是，哦。我帮你倒。不要，自己的酒自己倒。谢谢。哇，这个真的可以的。吃播，我以为是那种就是吃播，我以为是他一个个串起来，这个感觉很满。嗯，这个藕夹吧，不是，油夹子是那种萝卜饼。哎，我们也吃。对对对，这个是刚刚收到的那个他们家的西装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是这个。这件衣服的细节各方面就还行，但这件衣服说实话，我没有说收到。非常非常满意，没有那件那么满意，就感觉挺中规中矩的这件，而且它厚度不是特别厚，就很薄薄的一层，是改最后的那个文章，这个文章真的搞了我好久。我不是昨天开始就是有点点落枕嘛，就特别难受，就算是第一次就这么正规的落枕，以前只是偶尔会有点酸，但这次就是很严重了，害怕后面几天影响后面的工作。今天晚上放纵一下，吃肯德基。好久好久没吃肯德基了。这是什么？吃的。Oh my god！ 哇，满满的卡路里。等会晚上跑步。真的搭配到我有点突然很累，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工作着就会感觉很无力，再加上我肩膀有点疼，所以我打算先去跑步，也不算跑吧，我想快走，然后洗个澡，然后早点睡觉。醒过来了。丰盛，是这种骨头汤，萝卜骨头汤。我看一下肉有没有煮烂。但是这骨头的品质也，因为价格在那。好的，这个是肯德基的鸡胸肉，是不是长得很可怕？这肉没好吃啊，还有糯糯的感觉。哎，我今天下午拍完照，就特别累。其实说实话，也量工作量也没到那个程度，但可能是。连续的在想，最近，对，哎，算了，大家都很苦，我觉得我睡一觉就调节好了。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搭配。这个毛衣里面叠加了一个这个衬衫，就提个亮。我底下裤子穿的是这个，因为我今天全身衣服还蛮花的，我个人觉得，所以我想搭配一个黑色的。然后对了，这次我们是去一个朋友家做客，这是第一次到他们家。你们刚刚停好车了。奶奶会飞耳朵，给他真的，你还蛮有镜头感的嘛。你这样丑了。
它蛮好，蛮乖的。没什么攻击性。嗯。手上，快点，手上，啊，拍饭，拍饭，啊，够了。还算给面子。还可以的，还可以。拍下，拍下。好吧，亲。等等啊 ，stay。哦，你，他不吃。嗯。好，吃吧。好聪明哦！天哪，你们家厨房这一块特别好。就是本来它那个地方是有一个墙的，然后把它那个墙全部都砸掉。哦，这边吗？对。今天吃的是中餐，这个是梅子酒。做的东西还是非常有食欲的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很香。抱着他，他看他爸爸走了，他就要找他爸爸。我们俩坐在这边的时候，他特别乖。你看他现在眼睛一直是看着那边，他想找他爸爸。这两天任务没有那么重，明天还是他的生日，所以明天还要吃个饭。你看他迫不及待要走了，你不可以走，你不可以走。啾啾，玩尾巴吧，玩尾巴。我之前买了一个杂志，到了，是他们，哎，是11月刊。我刚刚粗略翻了，我觉得还挺好的，排版和搭配我都还蛮喜欢的。哒哒，咖啡来了。去 Zara 买了一些衣服，感觉今年很多衣服质感还蛮好的。我们之前在家买的那个玻璃杯就是他们家的，他们家哎，这个玻璃杯我觉得也蛮好的。嗯，你多看看，69三个吗？69，哦，可以的，这个价格。哦，拿两副吧，也给月下一下。嗯，我们之前我们家买的就是这个。这个月再买个这个。大的对吗？今天是他生日，所以我偷偷准备了一个礼物给他，他不知道。因为我跟他说，就因为之前他说他只要买2瓶酒送给他就做生日礼物，但是呢，我呢又怕他心里不愉快，所以我还是偷偷买了一个。但是呢，我们刚刚有点不愉快。什么？我刚刚没笑什么？没笑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你猜？什么东西？你看看，你猜？你说要猜，你给我看。你不生气吗？我生气怎么了？生气还不生气？你不能生气吗？那你明天什么日子啊？明天没什么日子。明天什么日子？没有什么。什么？你说不？你我不想看你买了。你不会买东西吧？没有啊。明天什么日子？没什么日子。说。我过生日。没有，那就是生日礼物啊。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？不贵，不贵。多少钱？啊，你好烦啊！我真不要，这多少钱？不贵，不贵。你买这个干嘛？你生日礼物吗？哎呦，烦死了。我们今天下午要去拿个蛋糕，然后拍一套照片，拍完晚上跟朋友约了吃饭。好好喝啊。
这个杯子就是我们昨天在拉让后买的那个，透明的，真的很好看。今天终于没这个包了。他还在纠结他穿什么呢，我已经想好我今天穿了。这件衣服我等了蛮长时间才收到，所以我要赶紧把它穿起来。今天把卡放进去了，但是他也没什么卡。非常实用。但你今天还好，有便宜的单个的咖啡粉，真的很难穿，因为那边附近真特别喜欢。哦，但是开心吗？今年？还有蛋糕，还有我的礼物，有多开心？100分的开心。红酒我帮你写吗？还是你自己？你帮我写。实用。男人的生日礼物超级实用。旗下的酒调和成，对对对，他的调是调调和成的。他能来了，他给我们提供冰块吗？嗯，好喝。你这个酒感觉怎么样？可以的，是可以的，这肯定可以啊。你看，这是买的那个，哇，好有爱哦！哦，我买的都是快300块钱的蛋糕，真的这么贵？这什么味儿？芒果吗？不是，南瓜。哦，怎么瞧不起南瓜呢？是，南瓜感觉好符合它。哎，这边还有桃子。这是桃子，这怎么一整个桃子嘛？哇！我要唱歌嘞！哎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祝你生日愉快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这都不需要吹蜡烛。Happy New Year！ 这个桃子真的好完整啊！你发现他们家蛋糕蛮浓郁的，嗯，就是那种蛮厚的。对，苹果，这苹果。我是桃子来，你讲的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吃的什么。我们今天中午吃的是粥，对吧？外卖也是外卖，因为某人昨天晚上喝酒了。哦，烫烫烫烫，嗯嗯嗯，我们俩可以一起吃的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是辣的，我这个是日式偏甜一点。鱼豆腐是不是不怎么胖人啊？也还可以。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百香果，这家物流好奇怪，寄了几天才到。然后这是朋友推荐给我们的，刚刚他把这个全部搞好了，整整一箱子，超香超香，真的超香。我不是最近收了很多快递嘛，然后收到那个江南布衣给我送的这个睡衣，好喜欢啊，因为它这颜色真的很漂亮。我觉得这个睡衣真的很可爱，这个就是它的配色我也很喜欢，是不是很好看？
两个鸡蛋，还有蔬菜。配一些今天的菜，这什么鱼啊？昂刺鱼。OK。嗯，我们刚刚出门了一趟，买了牛奶还有花，这是在那个鲜花市场买的。我今天已经推送了双十一之前要发布的所有内容，然后他在做一点小菜，然后我要喝点小红酒。我们又点了一点吃的，刚刚不够吃。